你就爱心啊！啊，我今晚恁过来到恁大，恁就会关心起人数，规定个交应啊，你交算我咋？我话来个，啊，讲你当社会人都冇将结交人来啦，啊，比感恩感恩，多滴滴感觉，少滴滴感觉起，幸福幸福耶！啊，那规定交应啦，啊，那滴呢？啊，就让我讲一下咯，但我有那个路讲。我是你问我几岁就开始演出，那时候我还很小，才14岁。14岁呢，我们就在马六甲嘛，叫马六青春啊。那么在跟川文他们一起啦。那么我去他的爸爸是开始开始说叫了，请那些人来打那个女孩子小小的时候，那些他们他的女儿做那个姜华，怕姜华啦。那么我有进去看，因为我们在乡村里没有什么做嘛，我们去看了娱乐娱乐。我那些姐妹说我们来去看，去川文的家来看他们打那个姜华。那么我后来我看到我就很有兴趣，我就问他的爸爸，我说我也想打可以吗？想打姜华，看了一下，他说不能，你已经年龄比较大啊，不适合。我是说要多少岁啊？说除以你9岁10岁，因为那时有他的一个小女儿是9岁，也有些8岁。我这样啊，那么我就说不要紧哦，不能就不能咯。那么就最后他的爸爸说不要紧，我唱戏给你，唱海南戏好吗？做海南戏。我说我不认识字的，我又不会海南戏，不海南字啊。说不要紧不要紧。他说我可以抄一篇给你，你去读，你去学，学会了那你会唱了，你不会很难字我教你。那么去他就拿那个二胡，拉二胡给我唱了。那么我就学唱，去唱不对，一直唱反调嘞。那么他就教我唱，唱唱我就会了，他的川苗也是有教我啦。那么我就会唱了，就有兴趣了咯。啊，慢慢他就写的剧本，看做什么戏剧本，好像我做二主角，那时候我做二主角，他就安排那二主角的戏给我。给你从16岁做到现在78岁。哇，真的好棒！那现在呢？现在你接下来就78岁，你还有在唱戏吗？有时有大戏，我就去参加演出去马来西亚啦去巴生啦，去那个关丹那边啦，还是去丁加奴啦就有表演。有时在新加坡呢，没有大戏做，有木偶戏，我们也做木偶戏，唱木偶戏，不是唱木偶戏。就这样咯我觉得我们这种年龄应该要开心不要想太多，有演出我们就去演出就这样了。谢谢你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刚把丢进我在古密港西家外面我胡搞一度吧，每一张眼我几乎来打电话就地呀。哇，跨越天华，高雄地雷的妹，嫁无路，为其独为顶路耶